好，我是陈妍希。陈妍希一出现，镁光灯闪个不停。大家最关注的依旧是陈妍希到底有没有瘦身成功？是真的有瘦啊，可是我不想一直纠结在就是到底瘦了多少这个公斤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瘦的健康。我真的没有像网络上讲的那么夸张，就每天就是都没有在吃东西。虽然自己说已经瘦了不少，不过站在林依晨旁边，陈妍希似乎还是被比下去了。双腿不敌林依晨的美腿，只好在拍照的时候刻意压低下巴，让脸看起来小一点。现在其实因为要拍很多的动作，就是因为是武侠片，所以需要维持体力，有再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。植树，你怎么会来了？其实林依晨刚出道的时候，脸上也带着婴儿肥，当时完美诠释出戏里天真憨厚的角色。之后为了古装剧而减肥成功，不知道林依晨有没有传授减肥秘籍给陈妍希呢？私底下交流就好。所以有交流了吗？那这样很好啊。虽然陈妍希定时都会上传自拍照到社群网站，让大家看看她的瘦身结果，不过要达到大家心目中小龙女的目标，可能还是要再多加点油。